这一期魔兽英雄传的主角是大家在微博上选出来的，大家可能对这位土拉扬的圣骑士非常感兴趣，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他的故事吧。土拉扬出生于洛丹伦王城，他的出身非常卑微，但是土拉扬单纯的善良从小就让他拥有信仰，追随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成为了一名牧师。随着第一次兽人战争的爆发，随着人类难民的越来越多，大主教决心创造一个融合战士和牧师能力的新职业——圣骑士。而图拉扬与乌斯尔、达索汉、吉里奥以及洛萨爵士的手下加文拉德一同成为了白银之手骑士团第一批接受洗礼的圣骑士。在第二次战争期间，图拉扬经由洛萨爵士推荐成为了他的副官，一同在希尔布莱德丘陵对抗部落。但是当图拉扬看到了从奎尔萨拉斯赶过来援助人类援军的高等精灵奥雷利亚的时候，他瞬间爱上了这位姑娘。在这场兽人登陆战中，图拉扬的战斗经验和判断力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打的部落只能把战场转向了辛特兰。当蛮锤矮人受到兽人进攻时，联盟大军立刻赶到，蛮锤矮人在感激中加入了联盟的战斗。再一次的进攻失败，部落在毁灭之锤的命令下决心进攻奎尔萨拉斯。眼看自己的女神奥雷利亚心急如焚，图拉扬立刻率军抵达帮助。在图拉扬的带领下，不但击败了部落，结盟了高等精灵，最重要的还是征服了风行姐妹的心。之后在最艰难的洛丹伦之战中，图拉扬只身冲入部落，杀出一条血路，并把部落挡在了他们自己搭的木桥上，颇有长山赵子龙之风。而当战场转移到了黑石山，这也是当时联盟和部落的最终决战。背水一战的部落突袭洛萨战队，洛萨在和毁灭之锤的单挑中阵亡。震惊的图拉扬愤而捡起洛萨的断剑，体内迸发出无比强大的圣光之力，击退了奥格瑞姆，也打败了部落。黑石塔一战，部落损失惨重，兽人酋长奥格瑞姆也身负重伤。图拉扬和他的大师兄乌瑟尔率领军队一路追击，最终在悲伤沼泽彻底击败兽人残余，并俘获了奥格瑞姆。之后图拉扬在与卡德加等人一起来到了诅咒之地，关闭了黑暗之门。在战争结束后，参战黑石山的联盟军队为了纪念他们逝去的指挥官而自称为洛萨之子。但仅仅数月，传送门裂隙再度打开，以泰隆血魔和格罗姆地狱咆哮为首的部落再次出现，令当场的联盟军队全军覆没，仅仅有达纳斯一人逃回了守望堡球员。格罗姆地狱咆哮的战歌士族猛攻守望堡，而血魔则前往艾泽拉斯收集麦迪温之书、萨格拉斯权杖与达拉然之眼等神器。死亡之翼却突然找上血魔，希望部落能够协助他将自己的龙蛋送往外域。作为条件交换，死亡之翼与他的黑龙帮助血魔获得了所有神器。随后图拉扬赶到了守望堡，与奥雷利亚等一起向部落军队发动突袭，将他们逼回黑暗之门的基地。当众人得知部落军队真正的目的时，神器已被窃取，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冲入黑暗之门穿越，将神器夺回。图拉扬带领着他的朋友和外域远征军踏上了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外域德拉诺。远征军来到地狱火半岛后，一行人杀出了一条血路，并交由达纳斯建立了荣耀堡。他们兵分两路，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麦迪温之书与古尔丹之炉。图拉扬和卡德加最终到了刀锋山，发现了格罗和黑龙正在作战。为了引出死亡之翼，图拉扬摧毁了黑龙所有的龙蛋。而当死亡之翼来临时，卡德加用魔法卸掉了死亡之翼的钢铁盔甲，造成了他的伤口炸裂而逃亡。图拉扬后来与达纳斯等人在隐月谷会合，让库兰德蛮锤与达纳斯在此建立了要塞，带着卡德加与奥雷利亚进入了黑暗神殿。当塔隆血魔的死灵法术击中图拉扬时，他体内的圣光又再一次的爆发，圣光融化了血魔邪恶的肉身，而奈尔祖却疯狂地开启了很多传送门，导致外域的能量开始反噬。卡德加看到了这个情况，知道了这个世界即将崩坏。为了保全艾泽拉斯的安全，图拉扬下令关闭了黑暗之门。在外域的大崩坏中，除了达纳斯之外，其余四位暴风英雄都被吸入了别的空间。幸运的是，卡德加和库兰德分别已经在燃烧的远征和大地的裂变中回到了艾泽拉斯。但是这对神雕侠侣
图拉扬与奥雷利亚却依然不知道在哪个空间或者哪个星球中游荡。他们的孩子阿拉特尔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达纳斯带大了他，并给予了他救赎者的称号，但是阿拉特尔却一直在苦苦追寻父母的踪迹，似乎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失踪了。图拉扬的故事暂时就到这了。毫无疑问，他是最伟大的圣骑士，在他的身上救赎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图拉扬击败过很多对手，但并没有交代过图拉扬结束过他们的生命，不管是杀了他恩师的奥格瑞姆，亦或是邪恶的塔隆血魔，他都是仅仅将他们囚禁而已。图拉扬在游戏中并没有出现过，因为魔兽世界开始的时候图拉扬就已经失踪。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的游戏之前，图拉扬不会轻易回归，因为一旦这位最伟大的圣骑士回来，那艾泽拉斯面对的必将是最残酷的战斗。那这一期的魔兽英雄传呢，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期呢，依然是投票选出，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那下一期再见喽。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点击订阅，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搜索甘蓝 TV 几个字关注，获得第一时间的推送。还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甘蓝 TV 的官方频道，也是一样的哦。